子，你好吧？应该回不来啊。啊，那好，好，我跟你说，儿子，你这么多工作，工作需要呢，那我妈都听了还挺高兴。关键还不在于你来不来，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，就是对爸爸妈妈最大的孝心。对家，这都对家庭负责，也对你自己负责，这都一致的。儿子，我这个千言万语吧，就是希望你把你的担子重担呢挑好，千万不可大意啊，千万不能犯错误啊。你的责任心比谁都大啊，但是也不要负担啊。你把身体搞好啊，安全第一，健康为重。你没有后顾之忧，全身投入，把工作做好啊。妈妈也没有更多的话了，我祝你，还要祝福你呢，祝你，和丽儿，还有小母子和小孙女，春节愉快，家庭幸福，吉祥如意，心想事成。我会把一些事情按照你爸爸的要求处理，我会大力支持你，好吧，那再见吧，好好工作啊。